哎，你可以帮我倒个水吗？这个挺漂亮的，这边。你看，这里漂亮。40天，差不多了吧？还有多少？49。添一块瘦肉可以吗？在这里。啊，可以。瘦一点的。啊，不要肥的啊，不要肥的。哦，就大一点点而已。啊，行。您给我剁一下，啊，哪一个？我们那用它做饺馅儿，给我剁一下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这台阶吗？哎呀，我也是，我是一家人都可热情了，那人家两个。咬的都是，咬的都很好嚼。问够不够碎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抓脚是可以了，可以，就是泡脚的用。买韭菜了吗？买了。虾呢？买了。还买鱼了，还买那个花蛤了。花蛤。这个呢？他整个呢你到了9点全倒光光的，要不要吃早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吃早啊，我听老易安排。你就练脚的带鱼带海鲜都可以做完，咱中午吃一大餐，晚上就简单吃一点粥了汤了就完了。对啊，先给南方人长脸。因为我这所有工具，活纸活面是最简单工具。是吧？这框子型的，这一折一摞就好，非常好。你这拿着搁这面板上整吧，不用搁那儿了。来，你说，你全指着他老头干活，那能放心吗？是不是在那打？我不知道。你是美食家，你不知道。要翻一下。不是这个韭菜怎么做才不出水啊？我一做就满盆水啊，是怎么回事？那你就是下锅时间太长了，不包，都把水刷出来了。再一个办法，配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，你好好站着学吧。五香粉还有啥呀？五香粉化那个鸡精咸盐，我们家都不用鸡精，用点鸡精行，放点它那个味的，不要太多，包馅儿搁点鸡精行。好了，还有啥？五香粉、鸡精、咸盐、酱油、酱油、料酒、料酒放的。哎呦，这没个量的呀！行了，它有量，它心里有数。放点，你倒点去。还有啥？搞点蚝油吧。搁点蚝油，蚝油少，搁咸。
好了，最后你搅，搅完了以后再搁油，最后才放油。最后搁油，放一点点香油。香油，哎呀，哎呀，香的了。少搁呀。这个不能放多，放多的那个。对，那个味儿都让它解了。搅匀匀的，顺着一个方向搅，对。搅多久啊？搅匀的可以。你别东一块西一块啊。搅匀的可以。搅匀了，把各种配料都让它配匀了啊。好香。包之前才放韭菜啊，还是可以提早。等热了放。最后搁。最后放油包住它那些味道哈。对，要不它就该出水了。你搁早了那个。那就出水哦，包之前才放韭菜。对，不包先别放。哦，那虾呢？虾先放啊，虾跟肉早放到一起。哦，放了啊。对，要点还要点姜是吧？对，搁姜，没搁姜。我搅它，黏黏的，完了咬那个饺子，一咬一股水儿，那个水儿就都含到肉里了。你要不搅匀了呢，不搅黏了呢，那个水儿它就含不住。他就你一边包一边出水，这样的。啊，对哦，你看这样加入韭菜一点，这是韭菜了，韭菜虾仁，还有酸菜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你看这样，最后放韭菜一点水都没有。对，韭菜。这面醒多久才开始揉剂子呀？一两个小时，熊的时间越长越好呗。越筋道。对呀、啊。说醒着，对，你要着急呢，就半个小时，二三十分钟；不着急，多醒一会儿。这样呢，面醒透了呢，包出来的饺子不爱热。哦。它这个面质量挺好的，你看一点都不粘。揪多大呀？我包饺都大，所以我揪的都大。要是招待客人的饺子就可以小。吃两个80岁老人做的饺子，简直是太幸福了。哎，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，包饺子是我们最拿手的手艺。70多岁。奔80，再待2年就80。这丈夫给培养的，会包饺子。这辈子没把他要培训费就这辈子没活，没办法。像我老家男的，没收他培训费，那男的还给你整这玩意。福建男人都很大男子主义的哈，都不下厨房。我们老家那个，那个。那回家那些，哎呀，真不得了！那你们太能干了。那我给你摁一下。饺子大边的，又好吃又漂亮。这馅儿真大啊！嗯。馅儿大的好吃啊。要不要放布？放纸。什么纸啊？就是。哇，这个是酸菜少肉多了哈。嗯。好，第二种酸菜馅。嗯。可以了。这样就不容易破啊。对，看什么？你稍微整大一点，一下就都不行。真大，宽边儿，大馅儿，馅儿大才好吃。对呀、啊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盘儿！就缺钱，不要葱了。不用葱，不用葱，吃那个没吃葱的。但是就有多少砖我就不知道了。挺好。那这么多油钱啊？记住不下来。非常细心，非常不要乱，非常有礼貌。下床底啊，哪里是你下床底啊？这个助手还可以。对，这归你，高伟生归你了。招霞生，因为我洗东西。